这水也放泡，看。嗯。赶紧泡吧。这水里大概是得这么些，光上这些。放上这里再蒸红薯。要腌一泡水呢，当然泡一点回来了。腌的木也倒泡了了。压着泡水又来给泡。那时候家很穷，泡的多。我们快乐的在一起，都说不完的话。如今我们都长大了，各自有了小家。哇，一家人相处的时间却渐渐少了，白天忙着工作，晚上出去应酬，每天拿着手机，因为身上还脸上长了一个大狗也学得来。反正这个地实在挺广，是呗，挺广还是挺大，就是玷污玷污玷污，不要咱啥时候跑了啥时候回去，咋了？那听你的呗，就是啥时候回去咱啥时候回去。你是领导，你说这这都这，你带领俺的。啥时候这份跑不了，啥时候不叫回去？对对对，咋了？我晃来回跑。也玷污玷污，不饿了，就是不饿了，有劲跑了。嗯，面包吃。你吃月饼吗？面包，那你吃面包吧，你爱吃啥吃。天天凉了，下午回个苹果吃。哎，我喝足了，你真好了。你有月饼，再放呢，苹果吃再放呢。行了，有面包，有月饼，行，香蕉。这月月饼差不多也行了。我这俺这也泡水也睡吧，这玩饿了坐这吃点，坐这地头上吃点啥都觉没好吃。嗯，不忙不的，吃多么的。我烧菜了。嗯，老百姓这么着一个。对，老百姓这一边怎么说的？在这个平地，它搁这生，又大又广。这边真大就行，很累。嗯，在这儿不说，在这儿这个地。适合平地。对，你看这地点一堵摞一堵摞的，多大。嗯。哎，它这水沃呀，它长得越水沃。就是大的水。我们是一个帮，我们是一个。我说的，在这，在这，在地住个月嘞，你说这要不是。你回来这让给泡完水，这在这孩子这泡不了，是不是在这栽的又多，在这地里不，这光给我栽的谁呀嘞？这年口是光上栽谁呀嘞？年年都泡不了。
都是的，因为这还得两三天把破料泡不了了。这幸运这一来这给俺好泡，要不啥不，俺这俺都叫没上手，这还得好几天。我说那俺说我去医院里吧，我说我也不懂，我说那个俺花钱的医院检查啥，俺也懂，俺也知道，咱也不懂这个。我说对，我说叫我说一回这破事，俺花钱的医院里，俺啥俺也知道。就是检查这个检查那个俺也不懂，这花香在那花香在那叫回来跑几天去。花香在那家那个在还得叫我放心，是就是你要把这地主拐好了，嗯，你也拐好了，你也那啥，花香拿出来知道。哦，就是说转转车回去都那个啥嘞。